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最近自己的时光台，我是小英。那么今天就是我们这一季的最后一天的实况啦。等一下，这是一个陷阱，这是一个陷阱。这是一个陷阱啊！奇怪了，那小车子在哪呢？亲爱的小车在哪呢？我要去救公主了。我不想说，但他并没有挑战性。我被表了吗？这竟然是一个迷宫吗？竟有如此。完了完了，我是不是又要被干掉了？这是不是有点恶劣啊？而且我们的小车子已经在里面某个地方。感觉这就是一个弄死我的新方法啊！我就知道。这个游戏完全就是那个我之前讲过的那个 Q
Cube 那个游戏吧。哇，但是小车不知道哪个房间。这是不是手欠？好险了，等一下，把我的小车子给交出来。是不是藏着我的小车子？我觉得小车应该在他的车上，可是我要怎么？这个齿轮它到底是转什么？撞我！算了，我已经拿到我要的了。还是快走吧。Hello， 早。我们今天就把这个游戏给它搞定。拿着弓对着我吗？所以我先用投石器的意思吗？那我要怎么发射？哦，
感觉我是不是要撞这个东西？嗯，啊，还是我是要撞底下这个。小轮胎呢？哎，卡住了。我得到了一个盾牌，等一下，但是重点是我的小轮胎还没拿到，我得找到我的小轮胎。哎呀，你不要这样子嘛，我可以破关的啦。先让我找到我的小轮胎，他可以帮我找在哪里。我是不是应该跟着他一起冲出去？啊！不行啊！我要怎么搞定上面这个家伙？刺猬了啊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这个地方一定有什么方法可以过的。哎，轮胎竟然在这儿！是有什么？比如说，我可以把这玩意戳下来之类的。没有。我觉得这东西应该可以动啊，
对嘛。我就说一定是哪里怪怪的。斗恶龙等一下，有没有这么恶劣的？他看电影，然后睡着了，亲了隔壁的车。他回家要受到老婆的制裁了。我们看看现在还要干嘛。底下那应该是一台警车。点到小车子，再来一次。你要是关机要干嘛？我还不知道。小车在哪？小车在哪儿呢？哎，他把小车给我藏。他那家伙他就看那个电影看到睡着了嘛。哎，小车不知道在哪儿。哎，我找不到小车。好，算了，我们先扩宽吧，毕竟我们现在。这个是我可以走门的意思。这看起来应该是一个银行。
是不是在跟我推销，叫我买哪一只股票？我又还没弄到小车子，可恶！结果他可能在出银行的时候，就是看到后面他们有人在抢银行。好像是他家是，就是他是一个侦探吧，然后他家可能是个什么神秘的秘密基地。然后当他发现这个案件以后，他就马上进入他的神秘秘密基地，然后开始调查这个事件，应该是这么个意思。我的小车，小车包被分成了，然后他现在就巡线去追踪歹徒。我先上二楼，是不是要命的节奏？我先上二楼，是不是被他马上被他弄死？就像我说的，现在上去是被弄死。这边有这个东西。上有水，这个地面上就是水。先到这边来哦，感觉我以为把灯关掉他就看不到我了，结果他还是看得到我。
等一下，我这次没找轮子爬，好蠢啊！为什么每次都会漏一个东西？哦，逮到了，这就是那个逮车。哎，哦，我们是要啊，等一下，我们不能按东西把它吵醒。到你了，逮车，这应该是他的同伙，这是在讲那天发生的事情。然后呢，我们现在是得到了第二个线索，所以我们又要回到我们的神秘实验室，神秘什么的，蝙蝠侠的蝙蝠洞之类的。于是我们先要去追查，看这是不是俄罗斯方块啊？不知道我们可是曾经玩过那个法罗斯的法则的人。好吧，现在该我找我掉的东西了。想当年我们玩塔罗斯法则的时候，那可是专业的俄罗斯方块，专业级俄罗斯方块。这个是我可以进去的意思。
这就掉了。啊，等一下，这个东西是要干嘛？你看一下。哦，这个东西，它是要搭到船上吗？可是刚刚感觉好像。搭不到船上啊，哦，所以是这个东西要把我的车子吸起来吗？好，我们试试看。飘上面等好了，看。好 ，OK。藏钞票的地方，这个我们好像不够啊，不要了。把这个钱勾起来，可是呢，这玩意儿可以动吗？这玩意儿好像没有办法动。车往前跑，一定会被烧掉的吧？走啦，我要怎么把钱带走？好，我又得到另外一个线索，就是这个家伙，他也是帮忙抢劫的劫匪之一。我们再次回到我们的，我这次要找到我的车车到底在哪里？他到底把我的车车藏哪了？小轮胎在这儿，那小车车在哪呢？他把我车藏哪了？恐龙抽屉，他到底把车藏哪了？哇，哪一台车是歹车啊？是不是他看起来特坏？
哦，等一下，这是什么鬼？等一下，我要玩这个游戏玩多久？先怪怪的呢，我怎么开始沉迷玩贪食蛇了？是不是有什么问题？哇，好怀念哦！以前我高中的时候，因为手机只有贪食蛇，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的兴趣就是每天玩贪食蛇，我们就会每天就是没事就玩贪食蛇，然后我就记得我的速度都调到最快，然后我们就这样子排，一直排。我沉迷贪食蛇无法自拔怎么办？停不下来，我们是不是该住手了？这样一直玩下去，我们是没有办法过关的，怎么办？好了，死掉了，应该快死掉了。哎，等一下，他这个贪食蛇，他是可以穿墙贪食蛇吗？太垃圾了，这个永远玩不完。继续。然后我看看哦，这个是刚刚那一台车的手机里面的自拍画面。看，我就说这家伙看起来就特坏。永远玩不完那个贪食蛇，我跟你讲。现在我们要想办法把这家伙给弄死了。拜拜。但是我们还是要找到我们的小车车，我们的小车车。我是不是手贱了一下？我要找我的小车子。好，先找小车。先往前开一点。
开始找小车了。车在哪？这看起来像是升降梯。开进来看看。哦，咋？那我开这个水干嘛？现在我的小车在哪？我觉得呢，先把我的车子往上抬一下，然后呢，好，劫匪，看看他的，哇哦，他的房子底下全部都是亮晶晶，抢劫，还有什么可以抢的？哎呀，还藏我的小车，他每天都做着发财的梦，这个意思。咱们现在要怎么着呢？这难道不是镶在？是这个是？等一下，有什么东西可以阻止他？我操，大象！哦，啊！等一下哦。我们要先把，我们可以先把他们那个灯给它打爆，那有屁用啊！哎，对，他还是会打爆我自己的。镜子是什么？没毛病。我们先把这个家伙给打爆以后，我们这。只有一个地方可以装啊！哦，还是上面有地方可以装吗？我刚刚就没看到上面有地方可以装，感觉是没有啊。
在一直打冒我自己了。我没有办法用拿着的吗？或者是我没有办法把镜子给打爆之类的？我用那个手剑把自己给打爆了。等一下，让我想一下，到底这个是要怎么放吗？好像没有办法直接用这个去挡那个光。然后这个东西没有办法移动，只有这个可以动。只有这个可以移动。但是如果我放一个五角形的，就马上会过来把我一个戳爆。只有这两种，只有这两种颜色的造型的宝石吗？没有第三种吗？哇，满满的钞票，金闪闪。我在想看看有没有第三种，或者是这个按钮是干嘛的？这个按钮这样就可以按吗？滑下来以后有什么东西可以？它滑下来以后，我还是会戳爆我自己吧。哦，应该是我要先让它滑下来，然后我再把灯砸下来，是这意思？让你整我这么久，结果没拿轮胎。然后结果就是这个家伙，他闯进去偷车，来偷钱。于是我现在就抵达了他们的。哪个智障在自己家的车仓库里面？我才管他的，随便捡一条。完美的，我们这次拯救世界。哎呀，他关卡有点多啊，怎么办？我千万玩不完。我想这应该原本是一个手游，应该是一个手游吧。等一下，这是我一个。他现在要跟老婆去露营。老婆说现在要烤肉。抓这个鸟来吃。好吧，他们在露营的时候遇到了外星飞车，外星车。他们可能想要表达飞船坏掉了，要找人要修，他就说我认识一个不错的修车工。所以现在我们要带这个外星车去修车的意思。
是我的小轮胎。这是一台生活充满了冒险的车。出去露营都能遇到外星车，那是什么？我是，等等。这个菜有时间限制的。捡我的小车子，反正现在我们帮这个外星车带他的这个飞船零件来修车。那是什么意思啊？他刚刚那个是试图表现出那是教学模式吗？气死我了，又忘记捡车子，我每一关都忘记捡车子，我就顾着解谜。过去，我们先让这个车子把这个，我们先让这个车子把东西铲走。车它是啊，等一下，所以我们两台车我们都得把它弄走。哎，好吧，那我们的车就真的就是最后才移动，我们太急着走。我为什么要跑这么老远啊？我不是就去修个零件吗？我现在到底要去哪里？
这是他所有他之前过关的收藏品，你看，他之前干过这么多蠢事，不是蠢事，干过这么多不得了的事。这是什么 X 光机吗？对啊，我现在得要先想办法进去啊，你得先让我进去。这是什么？原来是这个样子啊！哇塞，等等！哦，我不能。我能接通下面这个，可是我不能接通，我不能接通上面这一个。啊，等一下，你冷静点啊，你冷静点，大大，你冷静点，不要冲动。怎么办？这回大大他现在有点冲动，他现在一上来就是要我命，怎么办？手，这会大大一上来就要我命。好，哎，这是一个垃圾桶哎。哎，是一个垃圾桶。哎，快住手！那根横的那根呢？再随便的按了，哇，是上不去啊！啊？这什么意思？这东西可以转吗？他要的应该是这个吧？怎么看都是这个吧？
个要怎么转？哦，它好像有分不同的颜色。这看起来就是电报我。绿色就是这个。哎呀，我又没捡东西，可恶！啊，谢谢你，友好的地球车。不行，还是有点问题。他说这是什么鬼？他说我帮你找找看。来，给我一只望远镜。我想说，哎，但是等等，我们得先有一只望远镜。啊打，啊打。一下。欧巴。出一点小小的意外，哦过去，过去，过去啊！我们冷静一点，我们慢慢来啊！但是这台车这么胖，它过不去怎么办呢？他其实不胖，啊，这是干嘛的？哦，这个好像会把我们打出去，等等。去吧！等等，我们还没检测。对啊，刚刚是重力的问题，对不对？本车其实并没有那么胖，这个意思。好吧，现在我们得到了一个，我们现在找到一只望远镜，我们先要……哎哎，他怎么了？为什么他按了一下这个时钟，他就爆了？这个时钟的效果是什么？为什么他就爆了？它好像是因为阳光的关系，所以它就爆了，所以我们必须要晚上，它才不会爆，这个意思吧？等一下，我们的目的地是哪里啊？
怎么有一个这个？哪里混进来？这不行啊！我们不知道它到底是要什么东西。到处帮他找找看，是旁边这个吗？还是不是呢？哎，我等一下，我觉得我们应该要先。我觉得我们应该先确定一下，我们到底要找的是什么东西吧。我们到底要找的是什么样的？我们是要找一个和它这个拼起来一样的地方吗？长得像这个的地方吗？是这个意思吗？所以是这个样子。然后我们就回来跟外星人说，哦，他之前的图，因为他们沾到泥巴，他之前的图脏掉了。然后我们现在说不用怕，我们帮你找到你真正回家的路了。他给我们留了一个礼物，会是什么呢？总不会是按下去就爆炸的炸弹吧？哎，怎么就没有后续了？他可能想买个什么东西吗？怎样？是怎样？他这个是什么意思？是说别人的车看起来就是很贵，他是很便宜吗？我现在不是看不是很懂他在干嘛，但反正他想要参加比赛就对了。不管是为了什么，他就是要参加比赛，所以我们就去吧。想找找看我们的小车给我藏在哪了？小车它给我藏在哪了？照理说我去树丛里是最可能的。这关好像没有小车。嗯？哦。不！这是一个赛车作弊的意思吗？小，我先把这玩意给弄起来。我们先推这个家伙出去看看会怎样。这家伙安全过关呢、欸。
哎，所以下午是干嘛的呀？为什么他这个家伙就过关了？那我怎么办？那我过不去啊，怎么办？还是说我们要顶着这个东西过去？不太可能啊。哎呀，好吧，真的是有个无耻的这台车，想用这种方法蒙混过关，去吧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啊，等一下，停。遭遇了非常残忍的一个画面。好啦，啊，等一下，连渣渣都不剩。踩他的头过去的意思吗？这是干嘛？加满会有什么效果？这个门不用先打开吗？哦，那这个门不用先打开吗？啊，他想去参加赛车，可是路怎么这么艰困啊？啊！差一点我们就死在电锯之下了。这个能够缩进去是最好的，像我这个就往下掉，我就可以过去。可是这个怎么不做？这个怎么？这
这个怎么往回缩？我觉得我要找到这个往回缩的办法。对啊，奇怪了，这个怎么往回缩呢？要踩这个，然后等一下，现在是要干嘛？警匪追逐战吗？他偷渡的事情终于被发现了。Oh my god！我到底干了什么？为什么我要被追？我应该是要搞那个后面的警车的，我要跑给警车追嘛。等我先过这个扛棒，先搞掉一台车。鬼啊！快跑啊，伙计！哇塞，等等！好，我看看啊，现在是什么情况？干嘛？照理说，我们应该是要下潜。我们上不，这样我们会上不去，所以我们应该是要哦，好好，我大概知道这意思了，所以我们这个移动怎么有点困难啊？所以我们现在还上潜水艇了，这有什么情况？这有什么情况？他现在已经完全啊！等一下，什么？
我这么好的人。哇，哇，那转起来，但我怎么过去呢？所以他这个应该不是要让我，他这个应该是要让我上去吧。聊的叫我把三个那个放上去的问题。冲动，慢慢来啊！先把第一个先放上去啊！哎哎哎，我好像冲动了，我按那应该按刹车，我没有刹车。冲出去了吗？我在干嘛？我为什么停不好车？我们今天会有小小的一个环节没有结束，我们现在才，我们最后还有一小关。够，我上不去。这样不行，这样不行。我觉得我第一个就得上。
拼拼图可以的，拼拼图。我觉得最美趣的就是这一条啊，好像是这一条，想让他，想让他站着怎么有点难？好吧，勉强。那我还多了一小节是吗？这是嘛意思啊？哦，这可以粘在我车上，但是我得小心我被风吹走。原来有五个气球，难怪飞不起来了。小心的保护车车。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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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要被吹走了。台车为什么时停时走的？哦，是我要看他，是我要看着他的动作走。他走我才走，他停我就得停。我终于
那这什么意思？我一定是要想办法先过去的呀，可是我要怎么过去？我应该是要七乘二号。哎，不对，二号有了，我是七乘五号。伪装成赛员。我们终于到达赛场了。哎，最后一关了，我们把这关玩一玩吧。最后一天了，我们认真的一下喽。这是在讲他第一次看到他太太，当时还不是他太太。眼睁睁的看着他的太太被带走了，赶快去救他太太。冲啊！直升机。想这个直升机该怎么控制的？哦，是不懂想。怎么左右控制的？啊哈哈！对啊，我要控制下面这台。我怎么控？我要怎么改控制直升机？我先要控制直升机，没有办法，重来一次，尝试。
起，原谅我一个没有玩过这么高档玩具的人。小时候没有玩过直升飞机，就是这样。按钮怎么按？你看一下，要爆炸了！要爆炸！把飞机给弄炸了。现在要把这个，不是，来自无辜的无辜的虫虫，哎，我怎么下去了？啊！我最讨厌这种东西了。等一下，为什么有这个啊？等一下，那个石头要怎么弄掉？对，是要用上面的东西把石头给弄掉吗？赛道，为什么我们又进入赛道了？不是啊，对不起，我又得了冠军，哒哒，什么鬼？现在是怎样？曹冲称象。炸了！为什么还炸？是不是他想等我过去才炸？很坏哦！哎，没炸。
啊！这是什么鬼？我与对方在天国相见吗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点一下云就变大块。所以我得要啊！等一下，这块云先下来，这块云先上来。终于见到他梦想中的车车了，哦，结果是做梦。哎呀，他被砸了个砸醒了，这个。哇，你他刚刚只是做梦。好，现在我们要搭火车去追老婆。我只等一下。哇，桥断掉了，再可以切换节目点。不对，重点是我们现在想办法过去。啊，我们应该是要把桥拼起来。有规定要怎么拼吗？它有规定要怎么拼吗？还是脚长得差不多就好？喂喂。他说哪个混蛋拔了我的，哪个混蛋拔了我的招牌。不好意思，追老婆呀。球在这儿是什么意思？
前面不要跟我说有道墙。不会突然把我给吃掉吧？哎，等一下，我不是来追老婆的吗？为什么会到这种奇怪的地方？哎呀，终于看到老婆了！快放开他，放开那台车子！你给我放开那台车子！啊！不要怕，我来救你了。等一下，这遥控在哪里？这个是什么意思？不是啊，这也算是同甘共苦。我觉得我应该要让他限速60。啊！抓到了，带老婆回家。哎，等一下，哎呀，踩油门。我要踩油门啊！我要踩油门。来，先速60，走，冲啊！快点拿出你的决心！靠，上面竟然停了一只鸟！停了那一只鸟之后，它就变重了，可恶！有这种事？可恶，这只鸟！啊，好，搞定了！哎呀，我们今天结束了这个游戏，完美！好了，我们就愉快的结束了。我们还有最后一款游戏，我们等7月23号回来再开始吧。那我们就7月23号见啦，那谢谢大家，7月见，拜拜。